主道行传第三章，伊讲新初基督的时阵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。新的人 ，OK， 有一个人生起来是白开，逐日拢予人跟到迄个所在来，放伫殿的一个门口，迄、那个门名叫做迷门，然后要要求入去殿的人真济。OK， 我继续读一摆哈。新初基督的时阵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。有一个人名，有一个人生出来是一个白卡，逐日予人扛来，放伫殿的一个门口，迄、那个门名叫做迷门，要求啥物？迄、那个入去啊殿内面的人的真济。OK， 那，当咱看圣经的时阵吼。当咱看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然后有两项真重要代志发生伫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呢。头章代志就是迄款使徒因听候圣灵落尾圣灵降临。伫圣灵降临的时阵，然后上帝落尾用彼得讲了一篇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。那迄篇信息是讲啥物啊？以色列人恁本身放杀的基督。你本身将耶稣基督打死的这个基督，本身上帝立伊做王，因为其实伊本是王，但是伊来到这个世界，对不？然后放杀伊隆重的荣华富贵，然后为你我死的是你的，所以到落尾伊系继续立伊做王，恢复伊以前所有的荣耀啦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，第二件代志发生，就是因听了这篇信息了的时阵，因也要悔改。悔改，因就过了一个真正真正美好的基督徒教会的生活。听清楚啊！我用的一个真重要的词，是基督徒教会的生活。OK， 不是礼拜堂的生活，听好啊！因为基督徒教会的生活不是孤单去礼拜，你明白吗？现在真侪基督徒一定会去礼拜就会做，对不？要基督徒教会的生活里面，又包括遵守上帝道，包括有咧敬拜，包括有彼此界面的团契，包括伫迄个所在，然后好好来祈祷，然后甚至到落尾彼此相帮衬，这个是咱看到。所以许多行端这两百个多位真明啊，真明。然后到迄个代志发生了，基督徒经历教会生活了的时阵，换一句话，当时有教会未？有未？有教会了，对不？所以换出个基督徒有三个组织不？也是有了，对不？这是真明的讲代志哈。然后到过第三章的时阵吼，咱看到讲这个彼得吼 ，OK， 这个约翰吼，伊讲伊伫新初的基督的时阵，彼得甲约翰去怎么样上圣殿去 ？OK， 这句话吼，特别咱思想了啦。即句话咱特定咱思想，干阿只咱着思想哩。第到最一头讲面，新初基督吼是犹太人的文化 ，OK， 这是犹太人的文化，因为犹太人本身吼，伊也上一日有三拜定时来基督 ，OK， 这个是早起九点，然后中午十二点，然后暗晡三点。OK， 所以这个时阵哦，这个时阵新初哦，就是暗晡三点的时阵，然后伊到圣殿来去，来到上帝殿中来敬拜。OK， 那我这个时阵我爱将一百多位客伫恁面前咯。迄个时阵新主了许多因伫倒落聚会，伫家庭有影无？因为你咧小圣餐是家庭中间的聚会，所以教会的生活当时大半是伫家庭咧，有影无？但是这个时阵哦，彼得哦，甲约翰哦，伫第三章的时阵，伊又完上圣殿去。OK， 所以今仔日吼，头先代志我要甲恁大家三个彼此吼，咱来彼此三个研究吼，彼此三个的讨论的头前物件，我问你啊，圣殿上哪里控制？当时的圣殿上哪里负责？祭司。OK， 我出的是大祭司，因有影无？因为圣殿主要是祭司因负责嘛。
OK， 这是对古约真明的一个惯例，一直到耶稣时阵，这个圣殿依然是大祭司因负责，有影无？啊，是迄个时阵所讲的宗教的领袖嘛，有影无？那我问你，这群的人创什么？这群的人真正出卖耶稣的，对不？啊，这群的宗教领袖写是将耶稣钉死十字架，有影无？OK， 那那安尼的时阵，我问了，你要去无？啊，你要去圣殿无？无要。啊，你无要去了？我迄阵唔知吧？啊？迄阵唔知吧？知，比着约翰知影上阿将耶稣出卖嘛？有影无？彼得也是知影圣殿是上阿哩负责个，有影无？拢知嘛，拢知嘛。你要去无？你要去无？我唔知啦。啊，你唔知哦，可以彼得计唔知无要紧。我唔是彼得约翰啊，我要怎啊知啊？啊，你唔是彼得约翰，你唔知，但是感谢主上帝之主透过圣经话咱知影，伊知个。就知啊。因为吼。干啦！我讲的确，咱知影，因为彼得本身有咧偷偷对耶稣三拜无认主，你会记袂？伊规个过程，彼得知无？彼得知。约翰，你来看，约翰对耶稣到十二架脚，十二架下底有影无？所以这两个，咱袂即讲伊唔知啦。OK， 我问咯，那是你是彼得约翰，你要去无？不去那就突破自己了，因为对这个彼得吼，会跟约翰有一个真清楚的观念，非常非常清楚的观念。这个观念是什么？这个观念，伊知影这个点是神的，有影无？啊，伊若你若对旧约到到新约的内面，伊知影这个点是耶和华的点。这个电是不是这四个电啊？不是这四个电，有影无？伊不是这四个电，所以我到圣殿内面吼，我主要是要敬拜什么？上帝。我敬拜上帝。伊无因为吼，即款的领袖的无好吼，影响伊敬拜神的心，你看到无？这个需要突破无？这需要突破你自己吗？咱若无突破这个吼，我相信你甲我吼袂去啦。因为咱去到上帝殿中吼，咱袂看到上帝啦。坦白讲，咱看到迄款头头诶，啊，你知无？咱嘛看到迄款大祭司诶面，有影无？咱看到我出卖耶稣诶人诶面，我问你，你看到出卖耶稣诶人诶面，你硬未？牙啊，牙哦，大牙哦，无小牙啊，大牙啊。你将我第一亲的人，给我拍死嘛，有影无？啊，你要去无？不要。啊，无要去了。来啦，咱今仔日呐，你若看到教会领袖无好，咱拢总走了，对不？不是。啊哈，是不是啊？你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啊？不是。啊，不是啊，那就加油啊。原在对上帝啊，咱唔是对看许块人啊，咁是。OK， 原在对上帝无看许块人，但是你问题，你看到许块人要怎样死啊？基督。啊，基督，诶，譬如讲，我无讲什么教会哈，好不好 ？OK， 假使你的教会会讲，你的传道人、你的主任牧师吼，和你气啊要死啦，无照进步来行啦，了伊讲多个，啊，你要去哦。咱要去，咱是来听上帝的话啊。啊，你要听上帝多了咧。哦哦，那不是，
啊，咱就是以圣经做咱的迄个中轴线。那咱要行上帝的道，所以一讲诶，咱也是着家己有从诶对上帝遐来诶，互咱诶叫做知识。那咱知影，咱着知影从，因为咱拢总是伊做诶，所以咱是属于伊诶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就看你阿姐的人讲多，你得继续去听呢。我袂红诶，但是我是听，但是我有对上帝遐来，互我诶聪明甲智慧。啊，所以你若去听多，互我诶遵守。你目睭可以闭甲听呢。袂，目是方法，也不是。是一个方法咯、哦。你不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听多啦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真实际的问题哦，有影无？有影。那有阵在咱的教会内面，咱会拄到怎的情形啊？那我无相信当中教会领袖大家一百分呐、啊，包括我在内，我嘛无一百分，有影无？对。那无半人一百分呐、啊？我问你，那exactly 是上帝才是 perfect 人无嘛？OK， 咱若有我通摕到六十分是感谢主了啦，有影无？哦，咱嘛有软弱的所在，咱嘛有得失人的所在，对不？袂走袂闪嘛。嗯。OK， 然后你看到教会领袖啥呢？你走啊不走？无要走。唔走了哈，唔走了哈。上帝的，迄个是上帝的。所以无要走了哈。无要走。找别的教会啊，找别的教会，找别的教会。呀，两年，咱哪样买了？啊，咱等于找别的教会了。所以你若假使吼，啊，马拉波，你若无爱，你走去 MCC 若无爱，你该走来马拉波那边啊。啊，特别的所在是什么？特别的所在，当时圣殿无第二间呢。有影无？啊，有第二间圣殿无？无啦，无第二间圣殿啦。你知无啊？知道。你知影？你知影？这个时阵的圣殿孤单一间，有影无？但是吼、哦，基督教的在迄个时阵，耶稣基督设立的教会，确实是家庭啦，有影无？嗯，这样子。OK， 所以换句话讲，伊有家庭，但是伊有圣殿。但圣殿本身是神的啦，圣殿只有一个是上帝的啦。嗯 ，OK， 但是哦，耶稣不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那我爱恁注意听这句话。耶稣不讲，用你孤单做伊所讲，你唔当做伊所做。对所讲，对所做。OK， 再讲哈。耶稣讲，你就做伊所讲，唔通做伊所做。做，因为伊所做啥子袂得嘞。你要么伊所做啥子重要，所出卖嘛，啥子是安尼嘛。但是有时阵你教对古约教的物件真理下圣经无？嗯，迄个无唔对嘛，无唔对。所以呢，所以哦，那我感觉吼，我感觉咱就实在就学一点。学一点哦，咱有时阵对神哦，对神，咱就对神有一个忠心个 ，OK， 对神个吼，有一个对上帝本身的迄个专专清清楚对伊个敬拜啦。人哦，人拢是器皿，人拢是器皿。但是这个器皿吼所做的物件，无代表逐摆将这个主要的反射出来。嗯。所以有人，我有人给我做分一个 comment， 我唔知道你赞成啊无赞成。有人讲粗话，讲其实雷尼袂歹呐，你知无？嗯。好、哦，咱所讲，咱即摆去菲律宾选举，其实雷尼这个人袂歹啦。你若伊干那输去，你知无？是军队伊个人给创派去啦，
啊，我唔知影即句话是偌准确个，但是这人不甲我讲即句话安尼啦。所以我从这面倒掉来想哦，我你知影耶稣基督无派呢，计是互咱本地伊个人创派去，你明无？你明我讲啥？是伊啊？对吗？就是身边的人，哎，因为咱无好最近，咱无一个美好的见证嘛，所以人有时阵因为咱吼的因素，伊无要跟对耶稣，有可能无因为这理由啦。我可以再讲，这个是理由啦，因为吼因根本无要信耶稣，伊生命无好，所以根本无要一个用这个理由啦。有影无？所以呢，所以我感觉讲，我感觉咱要注意一点。上帝的殿哈，为什么这个时阵咱无咧去上帝的殿？有两个原因。头一个原因，上帝的殿无存在了。OK， 因为咱知影这个圣殿落尾伫这个主后七十年已经将这个殿改个呐，改灭了，和罗马帝国改灭了，无了个。然后咱一定都听候到什么呀？天后基督要再来的时候，另外一次圣殿会被建立起来，但是现在没有，这是第二个原因，第二个原因，那个教会本身已经在家庭里面存在各空殿了，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的生活，会对殿慢慢慢慢刷去变成什么？家庭。教会的生活就在那个时候开始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学一项，我们相信就学一项，人不完全。第二，人虽然不完全，有时候上帝仆人不完全，但是有时候上帝仆人也讲神的话，有影无？所以呢，我们有法当听上帝的道，但是就会晓听，会晓分辨，会晓接受。但是唔通因为人嘅缘故，碰不了什么，咱对神嘅追求啦，也唔通因为人嘅缘故吼，碰不了咱到神嘅面前嘅敬拜。因为咱若无到上帝面前敬拜，是啥损失啊？是咱家己嘅损失，真明吗？真明吗？那根本这里是上帝殿，都唔是咱这世嘅啦，有影吗？真清楚嘛，真清楚。所以呢？你知影，咱这个时阵吼，真侪人离开教会啊，真侪人离开教会有几个原因呐、啊？有真侪人离开教会头一个原因为着尿刷啦，你知无？现在真侪少年家吼爱刷去北京教会，因为迄边迄教会较侪水女的了。啊，这个是真实际的物件。了第二个原因哦，是讲到伊 worship style 无爱啦，无爱伊敬拜的 style。哎，了第三也是一个其中原因，我这个讲完讲啊，我爱困到要死。然后另外一个讲完讲啊，就让我学到真侪物件。但是你着感谢主哦，你暗你提出来未困，你去遐会困呐。啊，这个也是个，这也是让你困几醒也是袂歹啊，你知道？无。喏，也这个是标笑的啊。但是我爱咱注意的是啥物啊？迄个对神的心咯，起真条，伊知影这是神的殿。我问你啊，礼拜登上来的，就会照讲是神的，对不？等，但是第一重要等不要紧，第一重要迄个教会迄个群体是神的啦。OK， 听好无？所以彼得约翰，虽然即群的人，即群的领袖无好，一起。然后我最近我一日咧考虑一个问题呐，我咧考虑一个问题，因为现在的信徒吼，原谅我讲啊，现在信徒真艰苦，饲啦。OK， 我刚才用这个字哈，因为牧者要饲羊，有影无？实在艰苦饲呐，我跟你讲艰苦饲呐。哇，我养个真会晓紧食，你知无？
啊，因为干哪子？因为现在的羊吼，受一个思想影响真厉害。这思想是什么？消费主义的思想。我这间餐馆吃了无爱，我先刷别间餐馆未？对啊，这间教会无介意，我先刷别间教会未？嗯，那是消费主义一个真强的一个思想。阿信兄弟姊妹，无半间教会叫做完全呐，只有一日咱到神的所在，迄个才叫做完全呐，有影无？所以我感觉你着基督真清楚，相信你着基督真清楚，看卖上帝爱咱伫倒一间教会。上帝若安排咱伫迄间教会的时阵，咱用心对无？有人问我，我牧师啊，什么时阵会做煞？啊，伊问我这道问题啊，啊，我着照答面。我头一方面，你移民去天家，你才是煞。啊，有影无？你若移民去天家，你无我无法当留你，你才是会煞啦。第二，是你若移民会做煞未？诶，第三牵手了会做煞未？会啊。诶。除了有一项，较小心淡薄。那这间教会正式行的是异端的路，教士吼，伊的教宗是讲咬杠无咬杠啦。我所讲的解无伫圣经的了。那迄个时阵，咱就想了。听我讲啥无？所以当时这个彼得约翰呢？伊明明知影即款头诶，转大祭司，大家出卖耶稣，未影响到伊到神的面前敬拜。伊突破了一万分，你明白吗？伊到神的面前，这是头奖金啊！你让我当学着讲过。第二项，咱要学的讲过，这个彼得约翰哦。在这个所在，伊讲新初基督的时阵，彼得约翰上圣殿去。我一开始我有讲你记未？伊是犹太人一拜一日有三个时间，九点、十二点、三点。OK， 所以呢，路加这本册作者吼，真明。伊是历史学家，所以伊也是医生，所以记载真什么？真正仔细。伊会做讲什么啊？伊讲啊，彼得约翰上圣殿去祈祷，伊会这样你讲未？伊会这样你讲，但是伊无安尼讲，讲路加挑一个哈，伊咧研究了时，伊挑伊讲，伫新初的时阵，彼得甲约翰上圣殿去，所以呢？咱就知影，这个时阵的彼得跟约翰是三点暗晡起来去圣殿，明白无？那这句话是代表什么？代表吼，使徒约翰跟彼得又完按照什么呀？犹太人的传统，你看到吗？伊就又完照着犹太人的文化，然后去圣殿内面敬拜。哎，那我问你，彼得吼，除了三点暗晡早起九点日头十二点去敬拜，会做未？会做。所以，但是你注意去看，这时阵的犹太教啊，你也注意看，现在的犹太教本身，这个宗教本身，确认耶稣是上帝，明白无？因可能若无晓得耶稣是上帝，伊就袂将耶稣定十字架嘛。有影无？这真真明，你来看到真明的一个道理。所以，规个犹太教当时迄个时阵的文化来讲，有影有安尼的敬拜，但是这个宗教本身哦，已经无咧敬拜耶稣了啦。但是这个袂影响怎么样？未影响到彼得犹原去神的殿，头先我讲了，未影响伊犹原暗晡三点，按照犹太人的文化来去敬拜。OK， 你听我，所以呢，
咱这个所在就问第二道问题了啦。第二个问题是啥物？咱吼到神的面前敬拜，会做凊彩事袂？会做。伊会做伫家庭内面敬拜耶和华，伊有迄个选择无？当时，伊有啊，伊有啊。但是伊为啥物犹原要暗晡三点去敬拜？所以呢，就代表予咱看出，虽然伊信主吼，但是伊无隆重离开了文化，你看到无？哎，伊无隆重离开了文化，因为这个文化本身无违背圣经，听有啊？有影无？你暗晡三点去神的殿中敬拜，有违背真理无？完全无违背真理，所以呢，这个使徒因吼，因为我当时出来，因为第二章落尾真清楚，因底下敬拜，因底下所在聚会有影无？即有法当敬拜，但是呢，伊犹原哦，做一个犹太人本身，伊犹原到神的殿中敬拜耶和华，这个是当时一个文化，这个是当时一个传统，你看到无？伊是完全受，伊无因为这个是无违背啦。所以呢，我要和咱学习的讲物件，我感觉文化吼，其实文化本身啊，常常是因着宗教信仰而产生的产品啦。啊，我讲几个简单的例子，你讲，顶礼拜拜五什么日子啊？端午节 ，OK， 什么节？啊，端午节是从啥？家长。哎呀，是家长哦。一两块不然，是啊。啊，这个不分家长啊，我问什么端午节骂脏嘴啊？一两块不然。那刚才那是哭完嘛？那是一两哭完倒缸嘛？有影不 ？Yes。但是咱无放假，你明吗？所以菲律宾哦，菲律宾的文化吼，是常常受到天主教的文化影响，有影无？嗯哼。所以你看，咱的放假是圣周、蒙人节，天主教的观念较侪影响。然后男人生日。啊，对不对？男人的新年吼，咱逐摆想来想去，菲律宾人对男人的新年只有一项伊会要的，是甜粿呀。有影无 ？Yes。但是哦，你若是伫台湾，你若去伫中国，你若去香港，然后你拢会看到什么？端午节有放假，初一有放假，十一月初一无放假，你看到无？所以有真多真多风俗习惯哦，是因为有咧放假，代表有咧庆祝，有咧庆祝，伊就怎样？迄个思想甲名传达落去，你看着。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素吼，也因为这个因素，有真多文化伫咱的生活内面咧做出来，有真多传统无形咧传达落去。OK， 但是呢？有一款的文化吼，信息无下圣经。OK， 我问，什么中国的文化无下圣经？拜偶像。拜偶像，迄个超文化咯，迄个是异教咯，啊对吧？就掉，你知影？念中国真侪基督徒啊，你起厝吼，楼梯吼，就算几层，你知无？就掉。有影无？就算几层啊？九层。哦，干那就九层啊？干那未接八层啊？兴旺衰微。哎呀，对了啦，就是兴旺衰微啦。你人伫蒙白写的字，也是在兴旺衰微，你知无？因为恁咱因逐摆相信人迄个循环啊，是兴是旺是衰是微，
所以你无爱你的楼梯站打到路尾一站是衰甲米啦。所以你看这楼梯站无第七站、第八站，你知无？伊尽量第九、第十 OK 无？第十、三十是 OK 无？无问题，你明我？要互人听个鱼吼，要食了袂去翻，你知无？坐船会飞，坐船会飞，现在坐飞机呢。I'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.所以真自然，咱跟伊来行，有影无？但是信用吼会流露，信用伫生活内面的表现，需要一个文化内面表现。OK， 伊袂即讲哦，我创钱啦，无你就离开。比如你信了主，你就离开家庭；你信了主，你就离开这个社会。迄个到我当创一个文化，有影无？但是唔是话咱信主了的时阵，咱又活伫一个文化内面。所以呢，咱今日活伫一个文化内面，咱就需要靠上帝给咱一个恩典。这个恩典是啥物？会晓怎样伫这个文化中间做两项代志。头一项代志，会晓分辨这个文化，啥物是合圣经，啥物无合圣经。这是头一项，咱就做。第二项，咱就做是会晓伫这个文化内面，怎样将真理挖出来。这个是两项真重要，所以伫这段经文内面，你看约翰甲彼得吼，伊会晓分辨这个文化倒落违背，无落无违背，你看到？所以伊又讲，虽然这款头哦无下，无将耶稣出卖了，但是这个殿又讲圣经是上帝的殿，所以呢，伊又讲一日会做什么时间到神的来诶殿中敬拜，这完全无违背圣经，你看到？所以伫伊的观点内面，伊清楚伊要分辨，有影无？伊要分辨出来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哦，伊做一个，伊做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伊无为犹，伊是毋是变做无做一个犹太人啊？伊犹原是一个犹太人，你看到？伊是一个犹太人，所以犹原到上帝殿中敬拜，因为这个无违背文化，所以伊伫这个文化内面，犹原表达讲我对耶和华犹原是敬拜。所以哦，你若去以色列，你若去以色列，信主的人哦，信主的犹太人哦，伊唔是叫做 Christians， 伊唔是叫做基督徒，伊叫做Messianic Jew。伊是叫做弥赛亚的主，即句话是啥物啊？我是相信弥赛亚的犹太人。OK， 伊是弥赛亚的主，代表讲啥物啊？代表伊真清楚，伊真清楚，我是犹太人，但是我是相信弥赛亚，耶稣是迄个弥赛亚的犹太人。所以在这个时阵哦，所以咱有时阵咱才是伫神的面前，咱就会晓分辨，会晓了解一个思想。这思想是啥物？咱会晓分辨啥物文化合圣经，无合圣经。然后咱就好好学习，要怎样伫文化中间将耶稣基督的真理挖出来。那你看，那中国人的文化，孝敬，是不是？孝敬。对不？孝敬是神的真理无？是无？是吗？所以我感觉基督徒吼，在这个孝道里面哦，将基督的真理挖出来，挖伫倒咯，挖伫父母在世有孝，死了你别拜偌济无路用啊！你看到无？了中国的文化真看重你做人，做人是啥物？有影无？啊，中国人真看重你会晓做人，袂晓做人，你知无？那我讲，我一摆拄到这样代志吼，我唔知，我气啊要死要死。阮教会一个会友，
OK， 青年人，青年人。然后有一日吼，有一日一个真水的查甫囡仔去参加迄个团契啦。然后我跟你讲吼，一个水查甫囡仔来团契，大家男的目睭大大泪了。然后伫迄个时阵，阮就宣布一件代志，请恁唔通打电话去迄个女的出来，因为因家无信主啦，免得讲误会，讲这个女的来礼拜堂以后吼。看看呐，有。刚以为伊去了刷什么个，所以讲绝对唔通卡，所以因都无卡。但有其中一个亲人，下次也怪无卡，佮走去因家啦。哦，都无卡，都下次都无卡，都走去因家啦。那走去因家的时阵哦，你像人人都也客气，你阿无？啊，看到人客来嘛是该乖乖，哦，来来来来。来但是这个吼，这个少年家吼，都坐真久了，无要走了。了，这个无要走，这个爸母头壳就想咯，甲伊讲讲啥物啊？哎，阮现在要出去食了呐。啊，你来听这句话干呐？你行。啊，你暂无暂暂影时间就行，咱人就看当面子嘛，袂讲我你行了行，你都袂做安尼讲了哦。然后哦，我要出去食了，了这个爸母看吼。都人人真排斥，因为那无啊，你要三脚出来吃无？啊，这青年人讲 OK， 我跟你讲啊，那看对到咱哦，我看这个无，这个爸母哦，在时讲这个是真欢呐，有影无？老表，甲这青年人，我叫伊来讲，干哪你安尼啊？这老爸讲这句话已经开，你都会好行咯。然后刚才你带去吃，那这青年人跟我讲，讲伊若无要请我，都唔通请咯。伊竟然讲开嘴，问我要去无，所以我就去咯。你知影？这款哦，是对中国人来讲，这个袂晓做人，有影无？你这教官有影无？但是，所以咱有时阵做。所以基督徒吼，咱唔通违背文化，但是有阵的文化呐，无违背圣经的讲吼，那是如下圣经的讲吼，咱就如个呐，如将迄个真理伫这个文化内面挖出来。所以这个彼得甲这个约翰吼，你注意去看，伊无违背的文化。伊无违背、无冲突真理嘅文化，你看到无？伊愿到神嘅面前敬拜，伊尊重这个是阿爸嘅点，基督徒。伊无和这个文化改白死死，伊突破迄个文化，但是因为这个文化那无冲突真理嘅意见，那有冲突真理意见唔行，伊无要行，你看到？所以今仔日讲吼。有这两个功课吼，我爱甲大家来分享啊！啊，这个店负责个人牌啊要死，啊，将我牙口给拍死，给出卖，但是伊无受到这个观点影响，伊知影这个店是神的，伊稳忠心到上帝殿中去敬拜，未受人的影响，你明白吗？这个控制咱的吼。不是人，那个控制我们的是什么？是神。这个思想真明。第二，你看到他的文化里面，没违背圣经的文化，他照做，有影无？他照做。那违背圣经的文化，咱就唔通了。